咱西又来了，今天天又是暗暗的，又是落点水仔哦，对吧？好像要落哦，行夹掉，湿湿的哦，拜拜。凉凉的呀，毛汗晒了，应该按这条落水。去到位先啦，困困的啊，困困的啊，为了 smart 发水啊，最方便了，最多选择。可以喽，哦，我有带点知识。三个洞，我都三个吧。嗯，这个。嗯，嗯，这个我来地方。应该去疗伤，疗下某个性质，现在在试产。新车这个，感觉是吃饭的。我跟上去都很多人的。嗨，你要吃什么 ？OK。好啦，来。我们拿鸭煲，鸭煲的。鸭煲鸡饭哦，好，鸭煲鸡饭咯，呢个来试下羹啊，鸭煲鸡饭，呢个可以嘅，就食呢下，哦，番薯草啊，点下凉水啊，厨房些些啲，跟住啊，跟住番薯草啊。可以吗？不接受。前面的那边的厨师我应该，厨房好夹炮，共有六个做东西，要读工业。跟前面老板聊，那边的厨房还火气的，应该是，对咯，我哋应该是老板，亲力亲为啊。麦筷子麦贴啊！要第几叫咧？哇！这边风景一条诶 ，Hello。环境系用啊，多多会错下。哇！啲牙包计翻去第人叫咧，第十几分钟啊！都兜牙啩，好多人都照衰咯。系咯，兜牙应该。来咯来咯，耶！终于来啦。耶，该晒。咩啊？正。
香喎，呢度有豆皮嘅色，瓦煲雞排嘅跟住，好食冇啊？扭住扭住啊！哇，正！呢只冇粒肠嘅，呢冇咸鱼咩？雞雞都，应该好食啩，姜人多，好食。包食包，即系每日老板娘都系冇粒床，佢会多出咗马来西亚店，所以唔得要粒床下啦，要粒床更加好食啊！我想讲咧，首先粒床都好嘅，好啦，烧啦，啲埋单先，睇下先，你食 crab rice 啊 ，chicken rice， 一几样啫，要嚟吸啲咯，都可以做个生意下，一点凉，一点得凉。今日喺個 Kickbox Station 喺度，呢個喺名喺度，招，拜拜。Kickbox Station 容易聽嘛？有咩熱料啊？緊要試下，先學錢嘅就。而家一點四十字，要落水流。要去 fire escalator， 毛尖咧，硬叫啊！哇，照西咯，差唔多两点啦，而家照西。我再出杯麻辣水。仲好西啊，这边晒得好，哎呦，真好晒，我再滚滚地啊！你看，这只辣椒都乱那边打，一掺就到了 office 了。OK， 拜拜。